夜光龍比賽的最後一個人，是中國香港旺角街坊會康樂部少龍隊，比賽名稱是少龍闖四海，決心搖香港，旺角街坊 Association 邀請請進場。
該隊使用時間9分25秒，請裁判員注意，該隊難度分1.9分，請裁判注意，該隊難度分1.9分。